你该谢我。他若不是阿兰惹，为何竟做了和当初一样的选择？他若是，为何今日竟然会受如此严重的伤？还有西泽大人，他何时也会来凑这种热闹了？ 他怎么了？此事是你让他上去的，这是阿兰惹的选择，但不该是小白的选择，都是你告诉他的。我先带他走。 本尊的力量，在你体内封存了太久，现在本尊要取回来。不妙。 这个骗子，这一点伤差的要了我大半条命。
这个人额间竟然有朵凤羽花。怎么回事？进来了，莫非这个才是真正的我吗？小白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。帝君小心。藏好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女妖不就是之前在翻译国和帝君对打的那个女妖吗？帝君。